欲大持八变。周子瑜国小毕业照曝光，全班最黑，但网友评价不一，确定没人造。身为专业的子瑜迷，有子瑜的任何消息哥是一定不会错过的。结果今天就看到新闻报道周子瑜的国小毕业照流出，我赶快一睹为快。灯愣，虽然还是一样可爱啦，但总觉得这种类型好像路上常常看到耶。我国小女同学也很多都长这个样，不知道是韩妆太厉害，还是我们子瑜真的女大十八变。虽然一直知道子瑜黑肉底，但竟然跟同学一比这么黑呀。看来是时候翻翻毕业纪念册，联络一下班上女同学了。网友反映，周子瑜小时候也长得不错，长大有成熟的美感，蔡依林和以前也是差很大的啊。去韩国演艺贩卖店，没有不需动刀改外包装就能上架的商品，五官几乎一样啊。肤色不同应该是有打美白针，舞台上灯光是很强的。拍广告、杂志等都有反光板效果，下去又不一样了。化妆更是可以改变很多，就是因为韩国给人刻板印象都是人造人，所以才开始向海外网罗人才。之前也有新闻来台湾网罗台湾男性人才，小时候就长的是个美人胚子了啊。去看韩国艺人的旧照的话，你才会真正吓死。你自己去看自己国小照片跟高中，最好你都没变啦。